陈俊秀一起炸裂陈俊秀。哎，他讲了两个敌对了。来这边，不要忘记早点来，你就不会等太久，还可以跟老板聊天，还可以签个名，好不好？点正能量。真的是这样吗？真的假的？天还没黑就带你来到夜市。为什么要那么早来？因为这一家呢，你的天色再暗一点，就不是现在这样子。这一家东大门的玉米很厉害，太有名了啦！吃完我还有一个很特别的，还有个，因为你都吃过这个了嘛，对啊，我有一个隐藏版。老板，老板好，你好，要几只？两只，一人一只，啊，只可以选软硬度，对，可以选软硬度。哦，这么厉害哦！你不是你太老了吧？软的、EQ 的、硬的也可以选。你喜欢吃？我是大观众，你是比较喜欢吃硬的？我喜欢吃软的。我也喜欢软一点，软 Q 软 Q。越咬，然后觉得玉米越甜，而且好辣啊！很辣是不是？微辣而已哦，因为我们是用朝天椒不加一滴水的。我嘴巴肿起来，你赶快拿着。你太逊了吧！哈哈，好像。我看，哎，没了。还有，这边。它的酱料烤得很深，嗯，而且它的酱不是那种死咸的酱。是我们36种中药去熬煮，而且你们的玉米是真的很新鲜，都采用当天现采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这真的都现采。哦，这是传统的白玉米。对，白玉米它数量很稀少，因为它种植期需要4个月，一般的大概2个月。这个也算限量。哦。所以懂吃的他们都会提早来，先来买这个品种。啊，先来买白玉米，就可以指定说我要白玉米。啊，我刚刚有在看你们在烤的时候啊，因为它跟这个是竹签嘛。对。那为什么你们烤的时候是用白铁签呢？我们一般烤玉米，工厂很少看到这种东西嘛。我们就是导热，从中心把它的铁再逼出来一次，受热会很均匀。对，它受热是非常均匀的。啊，我们的那个嘞，隐藏版嘞，哎呦。这个 special 一看就不太一样哦，哪里不一样？在表皮上面咧，它比较干，这个是酱啊，这个是 special 是隐藏版的盐烤西欢呗。哦，我很喜欢盐烤哎，我觉得盐烤跟酱烤它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觉得盐烤呢，它比较着重在玉米本身的食材的部分。也就是说要用盐烤的玉米，它本身的条件要够好，对不对？而且我觉得它吃起来有一点点像我们在吃那个玉米笋的感觉。对。再来是我觉得它吃起来的颗粒感跟酱烤的不一样，不一样，这个更有那个粒粒分明的感觉，颗粒感比较明显。嗯，哎，那我想问，一般人来这边也可以点到隐藏版吗？我会让你点，可是这蛮残酷。我也会让你等，一定会让你等。你要看我当天有没有这种玉米啊，玉米不一样，需要这种口感的玉米，我才会做给你。而且我很喜欢它的口感，是它外表干干的、脆脆的，然后你玉米咬下去，它是很 juicy， 真的很好吃。这个好想要把所有玉米这样敲下来，然后这样一颗一颗这样挖着吃。对啊，所以来这边不要忘记早点来，你就不会等太久，还可以跟老板聊天，还可以签个名。好不好？每天正能量，来吃烤玉米。这里就是我们花莲东大门的原住民一条街。一条街。当地料理怎么可以？对，而且这一家很特别，是可以吃到原住民花莲在地的那个食材之外，而且它也是创意料理。老板你好，你好，哎，我想要黑胡椒的跟蘑菇的挂包各一个。好的。哎，它上面有签名哎，好像也没有我们的名字哎，很欠签哎，这个板子这么大。吃的手撕鸡丝，是的，没有错。那鸡丝你要吃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比较喜欢你。老板是 Rakuten 的粉丝，那老板
你会跳应援吗？哦，我会啊。那你跳一个。哦，炸裂陈俊秀，一起炸裂陈俊秀。哎，他讲了两个敌对的。要知道你戴这个帽子黄黄蓝蓝的，你这边给我装哪酷的？那拉拉队你最喜欢谁？当然是以轩啦。哇，我很久没听到这答案嘞。对，我常常讲，哎，李多慧跟林湘。对啊，来来。哎，这里面有场面呢。哎。哎，所以我们刚刚好像，因为我们的肉都是用马告下去腌制，所以肉质它本身会带柠檬香茅的味道。哦，对，这个挂包非常的软嫩，然后刚好又有葱啊、小黄瓜，口感脆脆的。但你看我的控肉，它就是有肥，然后也有瘦，有吃到那个皮的 QQ 的感觉。我觉得我是因为鸡丝的关系，所以它少了一些油腻感，然后加了非常多的小黄瓜，所以那个清脆度跟水分都在。然后它的酱呢，没有用的太多去强调食材本身的味道，所以我觉得它对我来说是非常耐吃的挂包。重点是尾韵有那个马告的那个柠檬的清甜味，嗯，所以吃起来很清爽。逛夜市它比较属于对啊重口味的部分，对，那希望就是说我们把这种清爽的美食带到整个就是夜市。让这个夜市就是说可以有清爽的这样的一个饮食习惯，然后呈现给大家。对啊。接下来呢，要用一个甜点做完美的 ending 啊！除了有这个嘴巴吃到这种甜甜的，大眼睛呢也要吃一个冰淇淋。你在干嘛啦？你先不要吵，你等一下也会跟我一样。我不会。夹子硬夹起来。我今年18岁。带你去点甜点，先点甜点，这个你那还有菜单可以看。哇！啊，谢谢你，声音也太高了吧，高16度哎！你等一下也会跟我一样，我不会。哇！谢谢你，来点个烤马吉好了。这里主要是吃烤马吉吗？对，烤马吉。这家烤马吉是全世界最好吃的烤马吉哦。你干嘛还没吃？他们很会哎。找小鲜肉来行销，对，而且这也是东华大学女学生都会来这边。我们两个算是姐姐的年纪，姐姐什么没有，就是有钱，啊，是吧？是吧？你俩有钱，有一点钱，有一点钱，我愿意把我的1/3家产拿来吃烤马吉，会不会太多？会太多？哎呦，老板你好，老板好，两个烤马吉，还有可以选米耶，菜单上哦，真的耶。还有紫米、红梨耶，哦，很特别耶。哪一个米吃起来比较甜？我个人最喜欢的是那个小米的。那我爱台湾小米，我要紫米。它像是被现烤哎。对啊，现点现烤。它五颜六色的，看起来好漂亮哦。哎，你买个 gay 啊，我跟你讲啊，你是不是想要靠过来？没有啦，是不是想要靠过来？你是想？哎，你怎么没有接住我？看一下小米姐。肩膀推开，你要不要喝小米？哎呦，第一次见面就要灌醉别人，不好意思哈。弟弟怎么这样子嘞？第一次见面，这个是什么神口味？这个伊拉夫，它是7.5度的小米煮了，喝起来酸酸的哈，有点喝起来酸酸的，一点点。我们俩可以喝醉吗？当然，我再背你们回家。我家在台北耶，我家在台北。我想要公主抱，可以吗？应该没有力了。可是你可以背两个人吗？应该不行，不来回啊。那你要背谁？你只能背一个人，好问题，怎么办？哎，你干嘛不帮忙背啊？对呀，怎么这样啊？一个前一个后，一个前一个后，来，小米椒，小米椒，它喝进去酸味会比较先出来，而且你吞掉之后，我现在嘴巴会有那个小米那个米香，对，米香味会留在这边。很好喝哎！就是如果你交女朋友，或你有喜欢的女生，你会给她喝哪一个？我会给她喝公主。哎，因为她叫公主耶。喝完适合当那个婚酒。对，而且喝完有一种变公主的感觉。公主变身！啊，我们还有少女。帅哥。啊！哇！那有未吃吗？有未吃的服务，真的有。这是我的，不好意思哦。吃的服务我凭错吗？那你们两个站中间啦，一人喂一个啦，来，哎哎，没有你啊，有他啦，有他喂我，等一下他先喂，他
我们要一起。我们是正常的。快点，我们绝对没有在什么男模会馆。对啊。烤的蓬蓬的，然后外皮脆脆的，边边角角可以吃得到那个咔咔咔的感觉。它本身你吃得到米的那个香甜味，它的花生是用咸花生，像我是不嗜甜的人，就很适合吃这个花生。它那个咸香味搭配那个米的那个香甜味，我觉得很棒。而且我刚刚明明就点炼乳口味，他给我自己加花生。Special 是我的，谢谢你。哎，你怎么没送我炼乳？炼乳，你不是会跳那个变胖？对。你要称赞他，你这样就错了。你要说哪有自己吃啊？你几岁？19。没问题，你先去后面忙。你几岁？刚满18。刚满18？没事没事，不好意思，我们今天打扰了。来来来，往前一点，往前一点。我们这样有犯法吗？这样是犯罪耶。对啊。那个妈妈，我们刚刚就只是称呼而已啦，妈妈。这样有吃得饱吗？有啊有啊。所以我想再吃，你们吃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。这是什么？原住民族的竹筒饭。你看，花莲人就是这么热情。太好吃了，我们吃完了，然后又还有一个，我们先放上面呢。各位，我们要继续吃东西了，不要忘记，记得一定要来花莲玩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笑笑竹筒饭好了。你们本身知道怎么吃吗？每天正能量。这个是这样吗？对，这个是这样的。吃饭到什么？来，组长开始。